才正式开始。害怕丢脸，头前不会太迟，体力、智力还是要比运气，随便你选，根本没在怕你。全力以赴，必须的，拼到最有力量，那是肯定的。击败所有的考验，一起分享胜利的滋味。Hell yeah！清晨五点，手机的闹钟醒了，睡眼惺忪，拿起了我的后盾。